近来天已晓，树上的鸟儿闹不吵吵，嘿嘿。一件茅屋破玉刀，李逵的家中好萧条。不敢高呼，暂低声叫。老娘，啊啊！老娘不应，好心的救，蹑手蹑足四下找，老啊你！那铁牛孩儿哪有胡须？你是何人前来骗我啊？哎呀娘啊，孩儿离家十余年了，一人不唱胡须。老娘请看，孩儿的面貌还未曾改变呐、啊哦。二弟面目、哎，老娘请看。二弟面目，老娘请看。我妈眼睛看不见了，这急死人了吧！妈，您好好想想，我五岁的时候上树摘枣，脑袋摔了个大窟窿，这儿还有个大疤了呢。在哪里？您拿出来，在哪里？你摸。哦，妈，您再想想，我小的时候不听话，净招您生气，气得您不吃饭。我哄着您，我还给您唱，哎，我给您唱，哎，我唱。大花巴掌地，瞪眼针，老太太要干连环灯，烧着江啊，粘着娘。快
娘，儿，老娘，儿，哎呀娘，儿，老娘。